起床。人已经下来了，人在回去了。这都是你是吧？不啊，驾照先生注意一下来。我驾照没带。这车是你开的？我开的，是吧？我开的。什么号多少？这不用选。喝酒了？喝酒了是吧？喝酒了。来，水杯打开，来里面去看一下，有没有贵重物品？吹。我喝哟。反正喝点啤酒，然后喝点酒。喝多少白酒啊？喝了一杯。你吓哭了吗？哭了，我塞到这哭里了。